他来自香港，他的故事用主动而不是拼爹书写。我就认定了以后我的命运我就掌握在自己手上。他的人生有戏剧的呈现，也有浪漫的表达。我选了一个日落黄昏的时候去。演员张卫健如何做自己人生的英雄？敬请关注。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艺术人生的演播现场。今天我们的这一次谈话其实是一个约会，一个始于7年前的约会。2007年，艺术人生栏目到香港去制作香港回归10周年的特别节目。当时呢，我们就向今天来到艺术人生的这位嘉宾发出了邀请。真没想到3天以后，他委托他的经纪公司给艺术人生栏目组送来了5张光盘。这5张光盘里有长达268分钟的素材。我们仔细的看过之后，发现是这位嘉宾坐在自己家的窗台上，细细的讲述了他的人生经历以及人生感悟。当时我们看了以后觉得非常的感动，但是由于当时的特别节目时长有限，我们不可能一一的展现，所以呢，我们就有了这样一个约定，约好到艺术人生来做一期单期节目，我们好好的聊。谁知道阴差阳错，这一晃7年过去了。还好我们今天终于可以如愿来完成我们7年前的那次约会。现在就让我们掌声有请本期艺术人生的嘉宾，演员歌手张卫健。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银花，数风云叱咤，不过道道伤疤，成王败寇一念之差。生死一刹那，豪气拥放光华，江山如此大，何处是家？我匆匆观他，看盛世的烟花，饮尽了天下，输了他。颠覆了天下，贪欲也不怕，人生只不过一场厮杀，是渲染黄沙，青春成白发，我是真英雄，真会怕。是旧山河再出发，不死的战马，幸福会崩塌，我是真英雄，真回家。吹过去沙沙，听大喊的沙哑，笑看人世间火树银花，数风云叱咤，不过道道伤疤，成王败寇一念之差。生死一刹那，豪气拥放光华，江山如此大，何处是家？我匆匆观他，看盛世的烟花，饮尽了天下，输了他。颠覆了天下，看你也不垮，人生只不过一场厮杀，是渲染黄沙，青春成白发，我是真英雄，真会怕。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楚老师，您好。您好，魏先生。您好您好，终于可以好好的聊聊了。是，那就从您刚才唱的那首歌聊起吧。嗯，隋唐英雄的主题歌是真英雄。嗯，第一个问题，嗯，在你的心里怎么定义英雄二字？英雄在我心里是可以牺牲自己成全别人，成全别人啊，牺牲自己的一切，嗯，包括自己的金钱、时间，甚至于生命，来成全别人，这样子就是英雄。你觉得在这个世界上真的有这样的英雄吗？有啊，有啊，有。比如说，比如说，嗯，我母亲呢，就是这样的英雄。嗯，嗯，我记得，因为在我读中学二年级的时候，有一天晚上，我看到我爸爸跟我妈妈在房间里面关起门来谈了很久，嗯，然后门一开的时候呢，真的好像拍电影一样，就看到我爸爸拿着一个行李箱，嗯，也没有看我们一眼。我家有三兄弟，你们兄弟三人，兄弟三人，然后呢，他也没有看我们一眼，就拿着个皮箱一直往门口走，然后我现在还记得他的背影，嗯，他左手拿着皮箱，嗯嗯，然后一直走一直走，也没有跟我们说什么，也没有回头看我们，然后他就门一开关起来，就到现在都几乎没有再见过了。然后完了之后，我就看到我妈跑出来看了一眼，然后呢就进了厕所，坐在厕所的地上，嗯，然后就抱着马桶在哭，哭的哇，我都不记得有多久了。然后我妈就把我们全部叫到床上去，然后我因为我两个弟弟还很小呢，所以呢我们就四个人坐在床上，然后我妈就相当认真的跟我们说，从今天开始呢，你们就要么就没有爸爸，要么就没有妈妈，你们年纪太小，我给你们做一个最简单的分析，就是跟妈妈的话，以后的日子会很苦，因为妈妈基本上没有什么工作经验和那个经济能力。嗯，跟爸爸的话呢，以后你们的前途有可能会比跟妈妈好，有可能可以继续读大学了，甚至于到国外留学了，嗯，你们自己决定吧。然后我们三兄弟就不约而同的马上决定跟妈妈，都跟妈妈，都跟妈妈。所以妈妈就含辛茹苦的把你们带大，是，那还真是英雄，伟大的母亲啊。作为家中长子的张卫健很早就开始工作，18岁时更是在摄影杂志社和餐厅打两份工。一个偶然，他拿到了张国荣家的电话号码，这也成为他人生的一个转折。1984年，他参加了香港第三届新秀歌唱大赛，并获得冠军，由此开始了艺术旅程。30年间，从歌手到演员，从香港、台湾到北京，张卫健走出了一条属于自己的艺术之路。刚才说到《隋唐英雄》，我知道其实你在拍《隋唐英雄》后期的时候，嗯，是特别纠结的一段日子。哦，那个有吧？有相当纠结啊。那是一段什么样的日子？如果刚刚祝老师说到英雄的话呢，嗯，我觉得其实那几个礼拜，那一个多月吧，可以，我也可以，我敢说我自己那一阵子也当了一个小小的英雄，小英雄，嗯，啊。因为我记得有一天，在拍摄到中后段的时候，我就接到家里，不是家里，香港的电话，游泳池打电话来，就说我妈妈在游泳池游泳的时候昏迷了，然后沉到水底里面，然后就现在救起来，基本上都没有脉搏，没有呼吸，好，哦，呼吸脉搏都没有，都没有了，然后现在急救。然后我回到香港之后呢，那个医生就跟我说，现在帮他做了一个叫冷冻治疗。冷冻治疗，嗯，具体我也不太明白。他说他本来是昏迷，
现在我们让他在昏迷中不要醒来，反而可以保护他的脑细胞，然后呢我们希望他48个小时之后能醒，我们的药力维持48个小时，48个小时之后醒了就好了，再看看他有什么后遗症。如果48个小时之后不醒的话呢，就医生们也说他们也不知道，因为他说有人是一直都不会再醒了。然后当然呢那时候非常的伤心了，因为在加护病房你超出了探病时间呢是不能进去的，然后到第二天我们去的时候才知道他醒了然后第一眼看到他已经在吃粥啊，这样子很好。然后呢接下来有很多很多的检查要做，为什么会昏迷呢？到底是他身体哪一部分出了问题呢？等等等等。那么好吧，我就回剧组了，因为你慢慢做检查，对对，不可能，你还要拍戏啊。对，我还要拍戏。然后我一到了剧组，一进了房间就收到香港来的电话说，经过一些检查出来，就说现在也怀疑妈妈有肺癌啊。哎，我就想说好像刚刚才过完一关没事了，然后又来了啊。对，我的心情就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然后不过我可以现在说哈，我妈现在没事了哈，好了啊。然后那阵子一听到之后呢就好知道了，然后呢每一天的生活呢就是早上拿好早点在车上，然后呢就7点来钟就打电话给我妈了，她在医院做检查什么的嘛，然后跟她聊天啊，哈拉，然后哈拉个15分钟之后呢，我就用10分钟时间吃完早点之后就已经到现场换好衣服，然后马上又把就妈的事儿忘记，拿起剧本跟其他演员对戏，跟导演对戏，然后完全投入一个喜剧的一个角色里面。当我一下午放饭的时候，我就什么都不干，啪啪啪就跑到车上打电话，因为他很多问题差不多心肝脾肺肾的好像都怀疑有问题，所以呢有很多个医生的电话要打，然后也打电话给我家人汇报现在肺是怎样，心脏是怎样，然后还得要就是照顾一下他们的心情，我弟弟啊，我太太的心情，就是我得要过滤一下医生的，我要把医生的讯息传递给他们，但是呢还不能让他们太担心，没错了，要讲得比较婉转一点，可是要把讯息讲得到位。然后就这样子度过了1个多月，然后到杀青的那一天，我觉得我自己在这几个一个多月里面，我觉得我已经真的是尽力去每一方面都照顾到面面俱圆，可以这么说吧。然后到了香港之后确定不是肺癌，没什么大事啊，就是因为他昏迷在水底的时候可能肺进了很多水，呛到了，然后呢所以照那些什么光我都忘了。可以想象啊，那一个多月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其实咱们可能有过这样相同的经历啊，我母亲在晚年的时候也是双城生活，来回的飞，但是这是儿子的责任啊，你必须要去尽这份责任，是的，对吧，也是一份孝心，所以呢我觉得给这个孝子张卫健是不是应该有点掌声啊。突然想起了贝多芬说过的一句话哈，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绝不让命运压垮我。是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强者的表现，强归强，有些时候啊强也不一定成，是吧，说我要扼住命运的咽喉，你要扼不住呢，尤其在香港这个演艺界我觉得我是这样子用这样子的方法的，朱老师。当然我正握不住，刚开始的时候我完全握不住，我甚至于进了演艺圈之后我的生活比我之前唱餐厅的时候还差太多了，
我以前唱餐厅的时候，少说一个月都有几千块钱收入。嗯。可是进了演艺圈的时候，我曾经试过有很多个月只有几百块，因为没有人请你。因为唱片公司认为你现在已经是一个歌唱比赛冠军，你不可以再回去唱酒吧、餐厅了，对，餐厅、酒吧不可以了。那你又不帮我发唱片，我也没有戏拍，那我根本就没有收入。没有收入，对，听上去很好听，对，某演艺公司的一员，对，但其实没有工作，真的只有几百块每个月。所以刚开始的时候我真完全握不住。那我用的方法是什么呢？我永远处在一个满足的催眠自己满足的一个心情，嗯，一个境界。怎么说呢？哪怕那时候我只有几百块钱一个月，其实是挺苦。问题是我就跟自己说，另外一边我自己跟自己说，你现在不是比以前开心很多吗？以前你天天唱餐厅，晚上人家睡觉你就去跑场，然后天天唱不想唱的歌，对着那下面那些猜拳的人，然后你在上面唱歌你觉得很侮辱，然后你去参加歌唱比赛是为什么呢？想离开这个地方进入真正的演艺圈，当一个真正的歌手，一个演员吗？现在你不是已经跨出第一步了吗？所以你应该开心啊。啊，对对对，我应该开心。然后我就这样子去说服自己应该开心。嗯，好了，倒好一点，开始有一些小角色可以演的时候，还是很差环境。不过我继续跟自己说，现在我可以用我自己的兴趣当我自己的职业，那不是很好吗？等于说我每一个阶段我都会告诉自己我很满足，我很开心，这样子找这种积极的理由啊，嗯，让自己能够积极起来。还好我们冲出来了，咱们说点好听的，是说点高兴的事儿啊。后来挣钱了啊，有戏拍了啊，也可以办演唱会了啊，然后呢当然就有能力买房子了啊。我特别想知道，你不再租房子，然后自己买了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的时候，什么心情啊，魏健？哎，那朱老师，从开始到现在，啊、我讲的我这些哈、啊，好像这个年轻人都很积极向上的，嗯，很不错的，很不错的，对啊，心态也很正的，对，给自己做英雄啊。可是呢？其实坦白说，我这一辈子没有做过多少的后悔的事儿、嗯、可是我其中一件后悔的事儿就是我买第一个房子。我有能力买第一个房子的时候，就是我第一次在香港红起来了。然后呢从买我都没有看过这个房子，因为都是家里人去安排，太忙了。然后呢我记得装修好了，第一次进房子的时候呢，是我拍完戏进去，一边脱鞋的时候呢，我妈就坐在沙发上面，就跟我说：“怎么样，满不满意啊？第一个属于我们自己的房子。”嗯。然后我觉得我说了一句很不应该说的话。说什么了？我一边脱鞋一边就看，还好吧。不过我们很快就办了嘛。然后我妈就，刚刚才买，刚刚才装修。怎么很快就办了？然后我说大概应该用不到一年，我会买一个比这里更大更漂亮的房子，先住吧，妈，先住住看吧，先住吧。哎呀，你这是相当有底气啊，说这个话哈、啊、哎，你当时这个底气从哪儿来的？我的答案就是我每一天都有空。我终于明白了你这个发型是怎么来的了。怎么来的？天天抓嘛。对嘛。因为那时候呢、啊、刚刚红起来，然后呢很多电影拍，然后电视剧每一部都很高收视率，唱片随随便便十来二十万一发出去，十来二十万张、嗯、然后也从来没有尝过红的滋味儿。
只知道自己熬了十年才能红，也只知道是应该的，也觉得是守得云开见月明，没想过是化无百日红。我明白了，那个时候基本上就咱这儿说的穷人乍富是吧，有点土豪的那些对土豪的那些，有点晕了你知道吗？对啊，谁知道不到一年，我的经济差到这个房子不卖不行，然后卖了，然后就住了另外一个房子，又租房子去了，又租房子去了，哎呀惨了。那时候我才三十岁不到吧，对，三十岁不到，那以后怎么办呢？就想办法，怎么样可以再爬起来？想了一年多，天天，我记得那时候我身边的一般朋友，也是今天的朋友，徐永康了，许志安，梁汉文。我记得很多时候跟他们吃晚饭的时候聊天，我都会听到他们说，哎，明天我们有没有人愿意看什么电影啊？然后就总会有人说，哎呦，明天不行，明天我有工作，我明天要做什么什么什么，后天吧，哎呀，后天我不行了，后天我有什么工作。然后呢，我的答案就是我每一天都有空。然后我听到他们说没空两个字，我很羡慕，我很想有工作，然后整天在想办法，想一个新的舞台形象，想一个新的演戏的路子、技巧、节奏、方法，写剧本的那些思路，然后反正乱七八糟的想，然后开始失眠，然后都想不到办法。后来有一家唱片公司，台湾的，很少一家唱片公司找我过去谈一下，结果一谈集合。那阵子我记得我飞机起飞的时候，我就看着香港，然后我就想说，既然我出生的地方这一班人都不再欢迎我，算了，我就不来了，试试看别的地方啊。然后就去台湾发唱片，又开始在台湾重新起步啊。从你还有这么一段呢啊？哦，我终于明白了你这个发型是怎么来的了。怎么来的？就那段熬的嘛，想的多，对吗？都掉了吧？想的嘛，天天抓嘛，对吗？这个苦思冥想啊，一天到晚的，但还好啊。所以我觉得他这个，你内心还是很坚强的，最终还是走出来了。我有些时候呢，坚强到我的心脏强到我自己都觉得不可理喻啊。到了台湾，开始做唱片了，开始做制作的时候，手上有一堆歌，我得要把歌听熟，把歌词记下来，练熟记下来。那又不想老憋在家里，所以呢，我就拿了一个随身听，拿了那个耳机，然后呢，吃着面包，走在中孝东路，一边听歌，一边逛一下台湾。然后我记得有一天下午3点来钟，在一个十字路口，中孝东路一个十字路口，我等过红绿灯的时候，我一边听歌一边看到很多人来来往往，我就跟自己说，张丽娟，好好的享受一下在中孝东路没人认识你那么自由的时光吧，因为这段时光不长了，3个礼拜左右唱片一发你就红了。我真这样子跟自己说。还好这次没想说这个房子住不长啊。没说一年以后再买个大表。然后当然多年之后我自己回想我的那个心声，我有什么根据呢？没有任何根据，只有两个字，就是三个字，信自己。然后当然果然就是唱片一发，在台湾的知名度就起来了，一下就红了。然后香港也邀请我回去演西游记，演孙悟空，演了之后在香港又起来了。然后我
这一次起来之后，我就没有再留在香港，因为有一家北京的公司就邀请我过来拍戏，然后我就又收拾行李到北京了，离开台湾啊，来到北京看到老婆啊。你们俩怎么认识的？拍同一部戏，在戏里认识的。对，在戏里认识的。但我听说你求婚的时候挺丢人的。因为我太太张倩一直都有一个心愿，不是大红大紫大紫，而是从她小时候小女孩的时候，她就想说希望在30岁之前可以嫁得出去，嫁得一个如意郎君，快乐幸福的新娘。对啊，然后呢，我记得那一年她快30岁了啊。然后呢，我一直都没有答应结婚。然后到了那一年，剩下没几个月了，他就满30岁。那我想说，要不这个以后不是我太太，如果这个是我太太的话，我不想她一辈子有一个遗憾，就是她儿时的那个那个愿望啊。就突然决定，哎，来就来吧，死就死吧。然后那一阵子是，就是我们刚刚好是，他在我家里啊，我就还没睡，我就躺在床上，我就看着天花板，画了一会儿的带，然后就信里面说了刚刚跟您说的那句话了，来就来吧，来就来吧，死就死吧。我一弹起来，然后就跪下来，然后就求婚了，然后他就很感动了，然后他就马上答应了。不过答应完了之后就一直在埋怨啊，埋怨我你怎么这样子求婚，就两个人在家里啊，多不浪漫。对呀，没有人见到啊，又没有求婚戒指，又没有鲜花，然后呢大半夜的突然之间弹起来，然后你还穿着一条穿洞的秋裤，那这种像样吗？以后我的回忆就是这样了。然后我就想说，好吧，好吧，就我心里面想说，我好吧，好吧，就再补你一个求婚吧。然后我就想了很多地方，什么餐厅了，什么公园了，餐厅我怕求婚，以后10年之后我们10周年纪念，想再回去那个求婚的地方，餐厅早就倒闭了。然后公园早就盖楼了，然后什么地方都有可能不见的。后来我想到维多利亚海港，那个码头一定还在，一定还在啊！我就决定在维多利亚海港一个渡轮上，它从九龙到香港大概要走15分钟左右吧。然后我选了一个日落黄昏的时候去在渡轮上求婚呢。到了那个渡轮上之后呢，我就有点后悔，我想说黄昏我是没选错时间的，是浪漫的，可是黄昏也是大家下班的时候，坐满了人，人来人往啊，人来人往，而且呢还两边对坐，对面有几个男人就一直盯着我看，好像认得也好像不认得这样子啊。然后我的求婚戒指就放在口袋里面，我实在拿不出那个戒指，我觉得很尴尬，那么多人看着怎么样弄啊，没法弄。然后一直看，快到了，15分钟快到了，快到了，哎，不行了，也得要解决吧这件事儿。然后我就手进去自己的口袋里面，把那个盒子打开，然后呢就把戒指掏出来，然后把那个盒子塞到角落，然后呢戒指在口袋中间，抓了他的手。然后就放进去里面，两只手都放进去里面，然后呢就在里面把戒指捅进去他的手指里面，然后他就很感动，很开心啊。这个可以说是我一次一个不厌其烦的去告诉朋友我的一个求婚的经验，因为我觉得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时刻，
可能对于张卫健来说，一辈子没有没几次有那么深刻的。不过可能我是一个有一点怪咖的人，所以可能求婚就有点怪了。但是我相信留在你太太心里的记忆还是很温暖的，很温暖。现在是不是每次到这个维多利亚港去坐那个渡轮的时候，可能不用提醒啊，马上就会想到。对呀、啊，然后有些时候我们也会没事儿，就会去坐一下那个渡轮。啊、嗯，聊了这么多了，稍微缓一下吧，唱一首歌吧，好吧？好，来。就是比如说谢谢，哎，没事儿，没事儿，我从来没听过没事儿。后来我就想，哎，
这个人怎么那么好呢？给自己一个期许，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我记得陈可辛导演呢来做客《艺术人生》的时候，我曾经问他，他所理解的香港精神是什么？陈可辛导演说是变通。那我现在也想请教你，在你的心里，香港精神是什么？拼搏，拼搏。嗯。啊，第一次来到北京，对北京的印象是什么？冷，还是别的什么？听不懂北京话。因为我那时候来北京之前已经在台湾发展了好几年了，然后人也住在台北。这台北的普通话跟北京完全不一样，就是比如说谢谢，哎没事儿，没事儿，我从来没听过没事儿。平时在台北是啊，谢谢，不客气，不客气，不客气啊，没事儿。什么没事？什么叫没事啊？有什么事儿？没门啊？说没门什么没门就听不懂。土话听不懂。对对，就比如说这些，然后很多耳音，刚来的时候我真听不懂。嗯，那就赶紧抓个翻译了，最好是女的，长得有点漂亮。哦，你就抓了一个翻译了。对，所以就是你太太呗。对对对对对。我有些资料坚决不能浪费。因为那些资料饱含着张卫健同志的心血，就是7年前寄给我们栏目组的那268分钟的素材，我剪了几条，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生活跟你当年期许的，或者说跟你当年想象的一样不一样？好，或者说今天的张卫健跟7年前的张卫健又有什么变化呢？来，我们有这个影像资料为证啊。来，凉风有讯秋，月无边飞我思家，我的情绪好比度日如年，虽然我不识句，树林风少啥地谈，但我是，但我有广阔的胸襟，加强健的臂弯。其实你爱我像谁，扮演什么角色我都会，快不快乐我无所谓，为了你开心我忘记了累不累。其实你爱我像谁，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做得到一年里面我能够好好的分配12个月，有3个月我是给我的事业的，唱歌拍戏，有3个月是给我自己的，我自己的私人生活的，另外3个月我是回馈社会的，我能到处去做一些义工，做一些回馈社会的事儿。讲完了，我肯定要做的，我还没做的，就是结婚生孩子啊。我现在要做的就是我要教导我自己懒惰一点，训练自己不要那么紧张，不要那么执着于每一个镜头，每一句对白。那我觉得我能做得到吗？哇，真的，刚刚我说的对未来的一个计划，我觉得我都做到了，做到了，做到了。因为在那一阵子，在往前任何的日子，在我的时间观念或者是在我的人生观念里面，什么都没有，只有事业、事业和事业。那至于我刚刚所说的，希望未来我的时间分配是这样子的，然后我觉得我今天真的做到了。我忍着
不拍那么多戏，坦白说，忍着。我说多给一点时间给我家人和自己，基本上我都做到，都做到了啊。婚也结了，啊，婚也结了，婚也结了，对嘛？最重要的是婚也结了，对，婚也结了。那好，这是七年前的自己对自己的一种愿望啊。今天我们继续，你给以后，给后十年，或者再后七年吧，给自己一个期许，你希望自己是什么样的？我希望可以，首先第一样我做到的就是，有一天我家里任何的我爱的人和物，包括我的狗猫，人包括我太太，我母亲，我的兄弟，我的朋友，我希望做到有一天他们离开我的时候，老去了，去世了什么的，或者是突然有一天有意外了走了，我可以很豁达的，很豁然的好走，一个好走，我无憾。就是在你有生之年，我已经把我最好的给你了，我做得很好，我做得很好。我相信我们台下这么多歌迷啊粉丝也应该有问题吧，我们这样给不了那么多啊，我们有找那么两三个人来提一两个问题，来听听你们都有什么问题想问张卫健。来，这小伙子。卫健哥哥，我特别喜欢你，然后我也特别喜欢哥哥张国荣，然后我知道你跟他就是有一段可以说是很奇妙的那个缘分吧，然后我想说就是你觉得张国荣是一个怎么样的人？张国荣是一个对事业非常执着，非常愿意去帮年轻一代他的后辈的一个前辈。我在他身上能学到的就是后者比较多，就是愿意去帮助我的下一代的演员或者是歌手。因为好像张国荣、谭咏麟、梅艳芳他们这一代，对于我这一代，我的这一代就是许志安、谢永康、梁汉文、陈奕迅、谢霆锋，我们这一代都是受着他们影响的，那么我们下一代其实也将会受着我们的影响的，所以其实我不多不少都有一点点感觉，是我要承传我们传给我们的一些优点，把它传下去。好，谢谢。还有吗？来，给那姑娘。您好，张卫健哥哥，我就是特别喜欢您，我想问您有什么想对我们年轻人说的一些忠告、一些劝告吗？ OK， 谢谢。我觉得现在很多年轻人，或者是甚至于成年人，浮躁也好，或者是罪名逐利也好，都很急啊，很急，希望能一步就登天。你最好让我一毕业出来就可以当上领导，拿很高的薪水，管很多的人，住很好的房子，开很好的车。其实我想说的，当然每个人都有每个人自己的梦想，只是不要急，慢慢来，慢慢沉淀自己，慢慢的去证实自己，总有一天只要不放弃努力，我们都可以达成自己的梦想了。为什么我说不急呢？你看大自然从来都没有急过，一年四季，该冬天冬天就来，该夏天夏天就到了，该下雨就下雨了。所以我们应该向大自然学习，我是这么想的。至少说得好，急功近利是不可以的。最后请卫健给未来送上一首歌，这首歌我挺喜欢的，疼爱。
从你更改不存在我脑海，多年来温柔灌溉早已融入我血脉，变得一人心不离不弃，直到头发白，半生情是债，愿用一切来虚幻你疼爱，用情太深太重，别人笑我看不开，你是聪明人做爱情的存在，几分痴情三分呆，心却明明白白，是你的投入太爱的痛快，何必大惊小怪，背弃嘲笑与疑猜，生生不败甘心只对爱崇拜，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精彩，友情太深太重，别人笑我看不开，一世聪明人做爱情的存在，几分痴情三分呆，心却明明白白，彻底的投入才爱的痛快，何必大惊小怪，背弃嘲笑与疑猜，长生不败甘心只对爱崇拜，一生钟情一份爱才算自由自在，付出了所有为了能让爱，谢谢。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要了解央视综艺的动态资讯，请您关注我们设在新浪的官方微博@央视综艺，也可以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微博等任何可以扫描二维码的软件，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实时跟我们进行互动，我们在这里恭候着您。他们说你们俩在天安门认识的。哦哦，是恩也对了一半，陪我去逛一下天安门，然后就经过了那个午门。嗯，午门他告诉我是以前，这是午门，对对，斩首杀人的地方。哎呀，我好害怕，然后就把头埋在他肩膀上。从那时候开始，就热爱北京了，更加的热爱天安门。所以我爱北京天安门，对于张卫健来讲的话，注解就是这么来的。